哎，气死我了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从贝洛伯格外面来的那三个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还在城里乱跑？不知道铁卫正满大街找你们。那我只能给大家描述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了。啊，就是我升到24级，然后来继续做主线。我们是回到了这个地上，并且呢，过了一段这个布罗尼亚和他妈可可利亚对峙的画面。他妈妈决定让他接触真相啊。大概就这么点事儿，快，快点进来，动作自然点。还有更关键的啊，就是我抽了20发，抽了20连，十发这个长柱池，10发希尔池，你们就安全了。出了3个4星，隔音还行，平时也没人回来。一个什么来着？一个蓝，哎，那叫什么蓝？阿蓝，然后2个虎克没了。你们到底？然后录到这儿，我突然发现我的录像没开，不能说没开吧，就录了一点点，它自己又断掉了，我气死了。我们这，然后我们决定到这个，先等一下，三月机械师这儿来避一避风头，是吧？罗尼亚说，我们可以完全信任你。哦，你这话里有话呀，强调罗尼亚信任我，意思就是你还没信任我喽？不错呀，够机警的。放心吧，我跟可可利亚说不上话，当年把我赶出筑城者的就是他，我犯不着站在他那边，除非筑城者公开确凿的证据证明你们罪有应得，否则我不觉得你们会干坏事。而且以我对筑城者的了解，要有证据他们早就公布了，这套我熟悉。可可利亚嘛，他办事就是这个风格，先让大家都忙活起来再说，毕竟忙起来后还有心思琢磨细节的人就不多了。你和可可利亚很熟吗？岂止是熟，我们曾经是形影不离的好姐妹，当然了，那是在她当上大守护者之前的事了。现在的我们就窝在这机械屋里修修破烂，玩玩音乐，过得挺自在的。哎呀，我可没打算跟你们聊不堪回首的过去，还是说回你们吧。消失好久的布罗尼亚让你们来找我，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？你们可以信任我，虽然只有一面之缘，但直觉告诉我你们不是恶人。我的直觉可是很准的哦。那我就长话短说，言简意赅的讲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我最擅长。哎，我来。行，那你来。还是我来吧，你怕不是要讲到明天。怪不得最近都没有布罗尼亚的消息，原来还有这么段故事。我相信你们的经历，这么曲折离奇，自己可编不出来，何况还有这位希尔小姐现身作证。星河啊，我知道布罗尼亚为什么要你们找我了。我还是筑城者的一员，在科研部工作的时候研究的就是星河。好，看来你专业对口啊。不曾想被逐出了筑城者还会再听到这个词。来吧，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们。星河的存在贝洛伯格没几个人知道，就算知道有这么个东西，也不会把它跟猎界和寒潮的源头扯到一起。但根据那个机器人史瓦罗存储的数据，筑城者其实早就挖掘出了真相，只是研究结果被刻意藏了起来，确保不被外界知晓。是我运气不好啊，那么多选题我偏偏选了星河。看来任何想要触碰星河真相的人都会被驱逐和处理掉吧。选题的重要性啊，或许我还要感谢可可利亚，他只是赶走了我，没有采取更一劳永逸的手段。确实把你口掉啊，就一劳永逸了。你对星河了解多少呢？我算出了星河与猎界有关，离真相已经很近了，可惜还没有证明星河是猎界的起源就被逐出了筑城者。被革职之前我正在申请现场勘测星河，虽然它是我的课题，但我从没亲眼见过它，所有研究都基于历史资料和在实验室里搭建的模拟场景。
初步的研究报告和申请提交后不多久，我的处分就下来了。很明显，有人不希望研究继续。你知道可可利亚的目的吗？可可利亚，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说过话了。曾经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，彼此之间无话不谈。但从坐上大守护者的位置开始，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他以前秉持的信念，还有身上那股热情，就好像被某种力量抽出了躯壳。他亲自下达驱逐我的命令，一面都不肯见我。他后来的行为我不是很了解，早就放弃用正常的逻辑揣摩他了。有些时候我甚至怀疑他其实是另一个人。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说不定守护者是代代相传的意识，真正的可可利亚已经消失了。他这么一说，怕不是就是这种情况了吧？是一代又一代的大守护者驱使他做出那些难以理解的决策。不知道，或许可以用这个点子写一首歌。我们能和杰帕德谈谈吗？杰帕德？可别，他人很正直，但可是出了名的一根筋。我老弟把命令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就算你把布罗尼亚的信怼到脸上，他也不会动摇的。跟他说话得靠技巧，要说服他，恐怕还得我出马才行。不过我现在还没想好策略。那你知道星河在哪里吗？知道啊，虽然没亲眼见过，但我利用模拟实验和外派勘测做了粗略的定位。根据勘测结果，星河大概位于贝洛伯格的北方，也就是茫茫雪原的某处。我们必须找到星河，而且越快越好，最好在可可利亚有所行动之前。你能给我们指个方向吗？没问题，我正这么打算呢。但是这条路可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啊。贝洛伯格以北几乎被猎界完全吞没了，要前往北部雪原，首先得穿过银宗铁卫的前线禁区。就算平安穿过铁卫禁区，还有一大片猎界挡在前边。对，那是银宗铁卫主力部队的驻扎地，他们在那里整顿部队，抵抗猎界的入侵。听上去就我们仨加上希尔不大够啊。时间怕是不允许。嗨，也别这么悲观，我干公职的时候常在北边转悠，跟前线的士兵军官混得可熟了。硬攻不成，不妨智取。这样吧，我亲自带你们过去，如何？真的吗？好耶，有熟人带路，一下心里就有底了。毕竟我也想亲眼看看星河啊，那可是我研究了十多年的课题。人这一辈子才有几个十年呀？那就这么定了，事不宜迟，准备好了咱们就出发。嗯，这边就是西路瓦，可以带我们去，通过铁卫禁区，我们只需要应对那个猎界就行了，是吧？西路瓦这个头发是怎么做到底部荧光的呢？糟了，我忘了老弟说今天会来。快藏在柜子里。你们快找地方躲起来，我来应付他。杰帕德，你来了。我还以为前线这么紧张，你没空过来呢。还好，这阵子怪物的攻势有所缓和，我先回城里处理点事务，晚些再返回前线。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弹幕说好熟悉啊，这个片段，你是熟悉吗？你这是在哪些作品里面看到的这个片段？啊，是正经作品吗？哦，对，是有这么回事。姐，你气色不太对，发生什么了吗？没有的事儿。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你通常不叫我的大名。哎呀，你不是一直很反感我当众叫你老弟吗？完了，当众叫你老弟，平时说明这有别的人啊。比较好，对吧，老弟？想怎么叫随便你吧。姐姐，今天我是为公事来的，壁垒装置出了故障，部队里的工程师无从下手，还是得找你看看。看来这个姐姐是啊，她本来就研究机械，那没事了。那帮人思维都，而且我总感觉要露馅，一会儿三月七就要整出蛾子了。我觉得是什么大事儿，放这儿吧，我来。你这不被发现，那这个剧情设计有什么必要呢？麻烦你，跟我就是增加刺激感是吗？对了，城里突然戒严，感觉肯定是被发现，然后爆发冲突会好一点。这，我收到的指令
是对外保密。小杰杰，小杰杰是什么呀？看不起我这个庶民姐姐了。你别这样，算了，反正我不说，佩拉也会告诉你的吧。昨晚，布罗尼亚小姐突然出现，进入克里伯堡，没跟任何人打招呼。大守护者怀疑之前的三个入侵者没有落入裂界，而是尾随布罗尼亚返回行政区。他下令全城戒严，逮捕形迹可疑的人。哦，谈到我们了。原来如此，我说布罗尼亚之前怎么没消息呢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不清楚，他没离开克里伯堡。这是我们之前没录到的地方啊，没提别的，就是布罗尼亚去那个堡里面跟他那个妈妈对峙去了。好吧，我还挺担心他的。但是希儿听到了这件事之后，他恐怕坐不住了，是吧？如果这边没被发现的话，希儿绝对会主动提出要去克里伯堡救布罗尼亚吧，我猜。他还真什么都跟你说了。啊，对了，上次我把歌德宾馆的年轻限量水壶落在这儿了，我带走了。哟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，姐？你今天真的很不正常。那边，哦，对了，你之前不是养死了好几盆花吗？我清理屋子的时候，把它们都堆到那边了，味道特别大。你不要过去。先不说这是什么奇怪的理由，你真的清理过屋子吗？不会又在搞什么被禁止的研究吧？才没有呢！你这家伙。老姐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形象？哎，算了，我的确不该侵犯你的私人空间。公务在身，我先走了。高情商。哎，先别走。那些入侵者，我就是想问问他们犯了什么罪。蓄谋颠覆筑城者，阴谋破坏贝洛伯格。哈，和处分我的理由差不多啊。可可利亚的手段一点没变。不要这么说，姐姐，我知道你对大守护者心怀不满，但这开不得玩笑啊。又被你教训了。行吧，老弟，你慢点走，下次来听我跟佩拉排练。嗯，有空的话就来。哦，出来吧，现在应该安全了。人家还刚走啊，你这么大声喊，待会儿他直接推门回来了怎么办？还行，没被发现啊，我还以为要被发现呢。憋死我了，这什么电视剧的桥段？老弟去拿水壶的时候，我才是真的提心吊胆呢。布罗尼亚有危险，不行，你看，我们得去救他。就我们这几个人去闯克里伯堡，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，希尔姑娘。你本事再大，我也不能放任你去送死啊。哎，放心，可可利亚他不会对布罗尼亚怎么样的。就算人心善变，至少这点我有信心。布罗尼亚也说过类似的话。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反对那个可可利亚，某方面又特别相信他。刚才试探过了，结果你看到了，没有铁证拍在脸上，老弟绝不会质疑可可利亚的命令。你们要是先去找了他，计划铁定完蛋。走，我们去铁卫禁区，只要抢先一步找到星河，可可利亚就拿你们没办法了。好好好，抢先一步去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布罗尼亚，这一段好长一段聊天的剧情啊，聊了得有十分钟左右啊。你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吗？要好还谈不上吧，只是我答应过他。放心吧，她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姑娘。嗯，这我清楚。嗯，你们在街上都随便放宝箱呢，真好，多放点。以后哎呦，车来了，但我一个传送戒备森严，就躲过了。想溜进去怕是没戏了。西鲁啊，是你智取的时候了。他们说迫不及待是吧，塞迫击炮里直接发射过去。好，交给姐姐我吧，你们跟紧点，别露馅了。真有这么容易？我们是不是得乔装一下啊？哇，这个天气不错，我只能说
让我想高歌一曲啊，可是雪，哎，前方军事重地，闲人不得入内。等等，这是，啊，这不是西路瓦大姐头吗？好久不见。哟，这不是弗朗兹吗？好久不见，你怎么还在看大门啊？这话我没法接呀。西路瓦大姐头还是这么犀利。那个，这么晚了，您来这边干嘛？哦，后面这几个是谁？我老弟说，禁区的能源管线出故障了，挺要命的。还有信不过外包的维修工，只好请我来打白工喽。这几个是我的助手，我们要把这里的设备都检修一遍。那个，我没听说管线有问题啊。拜托，这是技术部门的事，你守门的知道了能干嘛？哎呀，行了，快让我进去吧。要是半夜供暖出了问题，冻死人了，你负责吗？不不不，我负担不起。既然是杰帕德数位官的姐姐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完了，好吧，感觉以后这件事结束之后，这个弗朗兹要背大锅呀。出来的时候记得还给我。谢了。人在门口站，机会锅从天上来呀。不要啊！杰帕德长官最厌恶走后门，您提都别提，我就是最好的美颜了。哎呀，走了，辛苦啊，你们这几个。哎呀，我看看啊，先把这技能用一下，再把这个打了。哎，可以旁听。我知道，你们中有些混子，觉得后备队每天就是游手好闲、混吃等死。告诉你们，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在这禁区，前有猎界怪物虎视眈眈，后要提防渗透城市的阴谋团体。到了情势危急的时候，现在放松散漫的家伙就会被两面夹击，丢掉小命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训练增加200次卧推。好家伙，30分钟的单手平板支撑。30分钟单手平板支撑啊！你们什么体能啊？明白，长官。神啊！30分钟啊，那可是30分钟。你们牛逼。轻轻松松。不愧是杰帕德的姐姐。嗨，我小腿紧刀啊！成杰帕德的姐，看到中间那座机械栈桥了吗？穿过那座桥，对面就是人间地狱。大概是个冰雪覆盖、冷到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吧。这座栈桥对面就是禁区的前线，那里有望不到边际的猎界，一群疲惫的银宗铁卫。还有弥漫着死亡味道的空气，想继续向北方前进的话，就必须穿过那片地狱。撤退永远不嫌晚。都克服不了困难，谈什么开拓？说得好，台词很帅嘛。那就走吧，先想个办法到桥对岸去。我参与过这种栈桥的底层逻辑编写，它是靠几台终端机联合控制的。我们去找找。杰帕德经常在前线执勤吗？对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哥几个辛苦了。危险，你不会替他担心吗？他，旁听一下。机械热潮又发新歌了，你听过了吗？听了，这次让佩拉做了主唱，吓我一跳，风格完全不一样了。哎，机械热潮也要转型了吗？摇滚已死，没有受众了呀。哎呀，别这么悲观。偶尔换个口味罢了。那你能不能接着说你们刚才说的话呀？完了，我旁听一下给打断了。不行，这台终端下线了，从这里操控不了。那该怎么办？他们说这上班还有摸鱼的，活该加半小时，还行。再找找别的吧。栈桥连接的每个平台应该都有类似的终端。真没想到，你和杰帕德居然是姐弟。的确，我俩的性格跟兴趣喜好都完全不一样。朗道家世代从军，很多人都英年早逝了，不大有时间留给兄弟姐妹。这能过去吗？每个人不能，只是努力过好自己的一生。这个终端怎么过去啊？那边拦着的，我只能从这儿走。不行，启动不了。
看来终端的能源被人为切断了。是我们干的？这句话问出来也太没脑子了吧。但我就要这么问。你清醒一点，这应该是铁卫有意为之。在前线戒备期间，把栈桥调转到不贯通前后方的位置，然后从后方切断栈桥终端的能源，避免误操作。这样做的话，即使前线溃败，猎界的怪物也无法通过栈桥渗透后方。太残酷了。布罗尼亚说的是真的，银宗铁卫确实为了保护贝洛伯格拼上了性命。推测而已，不过八九不离十吧。接着前进吧，两台终端都启动不了，咱们得去找源头的功能设备了。还有没有宝箱了？别藏了。哟，那边的宝箱怎么找啊？怎么过去的？耶，可能从前面绕过去的吧。铁卫，对个话。你们不是来做检修的吗？禁区内不得随意走动。哎呦，他们知道我们是来检修的。走了走了。这能对话吗？不能。哎，你别挤我呀。这个先不打了，我是满着的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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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就是他，那个像大铁丸子一样的东西。居然隔着一道门，怎么这么麻烦？它的学名叫机关能源中枢，连着那么多管线，恐怕整个铁卫禁区的能源都是这一台设备功能的。嗯，难怪守卫森严。一台机器掌管所有，这会出事的。我们已经吃过教训了。只要获得这台设备的权限，我们就能操作机关栈桥的终端。动静会不会太大了？确实。所以我才跟守门的说，我们是来做紧急检修的呀。除了后方，前线肯定也有需要维护的设备吧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你，我还以为那是你现编的呢。走，去问问那个铁卫，看他能不能让我们进去。好家伙，编谎话，好紧张啊。我问问吧。哟，晚上好，大兵。你们就是来做紧急检修的工程师？我看你们在附近晃悠有一阵了，查出问题了吗？没有，目前为止一切正常。我推测问题出在能源中枢上，请让我们进去做个例行维护检查。我参与过这种设备的迭代。不行，没有警卫队长的密钥，谁也不能接近能源中枢。大守护者来了也不行。大守护，别逗机灵，没有密钥谁也不能接近。糟了，他是个聪明人。你要求密钥对吧？我该去找哪位队长？邓恩队长在前面休息，你们自己去找他吧。要是他同意授权你们，我自然放心。邓恩，邓恩，嗨，你早说呀！得了得了，那没事了，我们回头再来找你。嗯，还得找个邓恩是吧？这边有没有宝箱啊？西路啊，那个什么邓恩，你认识？那可不嘛，老熟人了。他挺好说话的。那个地方是能走吗？看这边看上去能走的样子，但是又被拦住。站住，前方是军事重地。是军事重地，不让我走。好吧，哦，旁听。哎，马利克下周也要调走了，你听说了吗？最近前线和城里好像都很缺人手。真的假的？马利克刚升职没几天吧？总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。调哪都行，别上前线就好。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在后备队混吃等死能存护谁？他还挺有志向啊，他是为了存护而来。哟，邓恩，好久不见了，你都当上警卫队长了。西路啊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是那么你气色不错。这个邓恩以前是不是追求过西路瓦呀？这个状态。介绍一下，这几位是我的助手，帮我分担机械屋的工作。各位，认识下我的老朋友邓恩队长，他以前可是我乐队的王牌键盘手。哎呦，还有过去的故事呢。啊，这位铁卫大哥也玩摇滚吗？你好。幸会。请多关照。你们好。总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。萨克雷，你几天没洗澡了？啊，
我轮岗之前才刚……嗯，再说一遍，是他自己没洗澡是不是？不，报告长官，两天没洗了。他栽赃到自己的队员身上是吧？在面前岂能如此失礼？抱歉，让你们见笑了。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没事，邓恩。哦，对了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上台合奏一次。我现在的键盘手也不赖，但还是怀念在部队里玩乐队的时光啊。都是陈年往事了，西路啊，我都好久没碰黑白键了。再说，我现在一年到头守在禁区里，怕是没什么机会回城了。这么说有点见外，但你找我有事吗？要是没检查出什么情况，赶紧回城吧，这里不安全。管线我都检查过一遍了，似乎没什么大问题，就剩机关能源中枢还没排查过了。那边的卫兵说需要密钥才能打开闸门，能帮个忙吗？不要在喜欢的人面前犹豫不决。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太不懂风情了？我就这么说，我看他怎么发展。太直接了吧你！你看，怎么了，邓恩？抱歉，西鲁啊，我能问问杰帕德数位官是怎么和你说的吗？我回忆一下，老杰，禁区的能源管线出了故障，枝干饭的外包维修商根本查不出问题。大概就是这样吧。我能再问问，他是什么时候联系你的？今天早上，对，就是早上。他今天不是负责城区巡逻吗？所以就顺路来委托我了。杰帕德长官刚刚回到前线，要不我再跟他确认一遍吧。哎，等会儿，他已经回来了。不可能吧？他早些时候还在城里。西路啊，你还是跟从前一样不擅长说谎啊。你带来的这些人其实不是机械武的助手吧？西路啊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但是你要时刻记住，我可是贝洛伯格的银宗铁卫。哟，这样，你先回去，这件事我不会跟任何人说，但是这些外来者必须留下。交涉失败了。哼，结果还是要开打嘛。其实也不一定开打，但是我这样说，是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的，我会跟你们并肩作战。希望你能在我的这个底下的人能操控啊！你不要这样说完，我在底下四个人里看不见你啊，五个人里看不见你啊！事关整个世界的命运，邓恩，不要拦着我们。西路啊，我们过去每天都一起排练，你应该懂的吧？我的摇滚灵魂就是维护身为军人的尊严呐！好，果然没有，哼。我都已经不奇怪了，那就来吧。星辰王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打哪个呢？我才不怕你们。我才不怕你们。揭秘开始，看见打死一个，避开克拉拉，跟上！哎呦，增援，来，我出场了。反击是什么意思呢？给自己加个盾吧。我看见现在打他会不会遭受他的反击啊？我试试，拿我自己试试。哎呦，好猛啊！奶妈奶一下，好多了。哼。你还反击我一看看，算你们运气不好，好像就反击一下。离开克拉拉，我就希望你打我克拉拉。我也想保护大家，帮帮我，施瓦罗先生。你病得不轻，嗨，躲起来。暴击557，没事吧？兵临之行，来，我出场了。我来治治你。嘿，林先生，哎呦，他
他这小兵来的真是多啊。那你反击我，他反击我，我也能。哎，他没了，你反击呀、啊？为什么？你反击呀、啊？我还想看看他反击我，我能不能再反击他呢？东恩，抱歉，你就先少睡一会儿。我们俩可以互相反击，只是暂时晕过去了，不用太担心。他反击我，反击他，反击我，我反击他，反击我，反击他。死板的家伙，但很能打。地火缺的就是这种人。找到了，这就是秘药，快！趁还没引起注意，我们估计马上就要来人了。现在引起注意了，这是敌袭警报，整个后备区的铁卫都要和我们为敌了。我的人生虽然短暂，但是我不后悔认识了你们。哎呀，还早着呢，别放弃的这么快呀。嗯，都走到这里了，就算摔折胳膊再赔上条腿，我也要见到星河。走，回能源中枢，谁敢挡路就给他点颜色瞧瞧。确实，我可是星辰王牌。早知道就在他身上，我一个人潜进去拿走就好了。别马后炮了，希尔姑娘，只要机械栈桥启动，咱们迟早都要暴露的。我能不能前行啊？等会儿啊，有个这个，怎么说，给你们展示一下我高超的潜行技巧，是不是？大家肯定都不知道，我其实是一个潜行游戏的高手啊。就他们这些人，操，那没办法了，要开始了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你病得不轻。小心。速战速决吧。克拉拉要勇敢一点。躲起来。离开克拉拉。哎，看，这次咱可没拖后腿，前行成功了吧？对吧？你看这多简单。什么人？你前行，走了。等一下，往上跑。你是什么？呜呜，耶！等一下。你们能不能一起来啊？站住！呼呼，呼呼，哎，这还有一个，你好呀。哎，你们怎么不能连在一起啊？快过来！什么人？看到你了！你看到我了？你真的看到我了？他就冲着这边，我怎么可能不被他发现呢？什么人？别想跑！别想跑！跑了！哎，找不着我了吧？哎，那个人不是会趴地上的吗？怎么不趴了？刚才我看他趴地上呢，睡觉呀。我想摸过去，你们知道吧？我觉得啊，在他发现我之前，什么人？你这个鸡巴这是逼机器人、别想了，不可能的。哎，游戏嘛，总是要试试，你知道吧？总是要试试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算了。算
你们运气不好。算你们运气不好。嗯，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我还挺能打的嘛。我也想保护大家。帮帮我，施瓦罗先生。要开始了。我本来想饶你们一条命，但是你们非要追过来，那我真是没有办法了。歼灭开始，命令执行。这次咱可没拖后腿。哎，看我直接就跑过去。选择，选择，我要选择。哦，不小心摁两下。门开了。怎么样？就打了一波怪，还可以。给我一点时间。可恶，这操作系统谁设计的呀？这么繁琐。哎呀，应急消防疏散系统，肯定不是这个。舞池摇滚氛围模式，这谁家的？还有我的歌。机关栈桥控制终端。啊，还不是让我找到了。哼，这么复杂的系统还加这些杂七杂八的，现实中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搞定。能源系统已经重新上线了，去操作栈桥终端吧。那个西路啊，就算咱们通过了栈桥，对面不还有更多铁卫守着？对，没错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么一路冲过封锁线，要么以理服人，随机应变。那我就一路冲。这是什么？这好像冲不过去了。这个前面没有别的路，只能正面应战了。我们连史瓦罗都赢过，还会怕他不成？确实，史瓦罗现在在我这边呢。规则就是来打破的。这家伙不大好惹。你病得不轻，嘿！躲起来！我也想保护大家，帮帮我，施瓦罗先生！速战速决吧！我来治治你。他下一招应该是群体攻击，所以我得给大家奶起来。歼灭开始。哇！命令执行。不许跑！就让你们看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样。卖的什么样？怎么还有联动啊？还有谢谢。不没事。厉害，克拉拉！你再打。嗯，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算你们运气不好。嘿，要开始了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这家小机器人就来炸他自己的。卫生笑啊，没有一个人被他嘲讽住啊，小丑啊，我只能说小丑。我出场了，我也想保护大家，帮帮我，施瓦罗先生。算你们运气不好。速战速决吧。哎，他马上要打我们了，奶一口吧。哎呦！命令执行。死到临头了，揍我一下子。能源供应恢复，系统上线40%。
65、25，总算好了，这下我们有操作栈桥的权限了，动作快！好耶！哇，这么大的机械动作这么快吗？走吧，咱们该去前线了。不过可能是怕大家等得太急了。没问题吗？令帝可能也在那里。大概吧，遇不到是最好，要是碰上了，就只能试着跟他谈谈了。谈谈有用吗？感觉又要打了。你有把握说服他吗？上次我们打过一次他了，已经。把握不到30%吧。那就是还有动武的可能性了。你没发现我们不管想说服谁，结果都是要打一顿吗？容我确认一下，西罗。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打的游戏。如果我们和令帝无法达成一致，你会站在我们这边吗？那当然，姐姐我言出必行。既然承诺了要跟你们战到最后，我绝对不会食言。下次冒险之前，咱可得好好跟姐姐请教一下。有原则的，总靠打架解决问题，也太不符合少女的优雅了。妻子说：“我也打，别问我，我也打。”老弟入伍后，我就没再跟他打过架了。小的时候他可打不过我，现在嘛，现在不好说了。呀，怎么没有回？哦，有回血的了。姐姐，真的是你？等等，杰帕德，听我说。少尉向我报告的时候，我还在想着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。也许是入侵者挟持了你，也许你进入禁区和警报完全无关，但姐姐，离开入侵者，慢慢走到我身后来，你和他们不一样。抱歉老弟，我说好了要站在他们这边，给我几分钟时间，只要几分钟我会解释清楚。别说了，西罗，他已经开始叫他本名了。这是什么地方你应该很清楚，不是吗？朗道家族最熟悉的就是这里，它是抵御猎界的最前线，守护贝洛伯格安宁的核心要塞。太死板了，杰帕德。这里的银宗铁卫，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做好了随时为人民牺牲的觉悟，时刻准备好为贝洛伯格抛洒热血。而你带领这群罪犯冲入禁区，伤害铁卫兄弟，劫持能源中枢，事到如今仍然执迷不悟。你对得起朗道这个姓氏吗？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？我们找到了驱散寒潮、封印裂界的办法，那可能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线生机。若当真如此，为什么不禀报科克利亚大人？为什么偷偷摸摸混入禁区，制造混乱？你不明白，阻止我们接近真相的人，就是科克利亚。你和那边的三个人都亲自见过大守护者，既然他不认可你们的说法，岂能擅作主张？听我说，杰帕德，猎界的诞生和蔓延与星河有关，铸成者记录中的那颗陨星，他……我知道星河，你身后那几个犯人就是为他而来。但守护者大人已经对我说出了真相，这几人别有用心，想要偷窃铸成者的宝物。守护者大人一早提醒过我，你异想天开，触碰禁忌的知识，会给贝洛伯格带来灾祸。但我相信你，姐姐，我相信你对人民的忠诚。可是，铁卫，列队，捉住他们，猎界怪物随时可能进犯，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些。这就是认知差距导致的矛盾吗？禁忌之所以为禁忌，正是因为真相隐藏其中。科克利亚害怕我们掌握这些知识，他畏惧真相大白于天下，为了拯救世界，我们只好孤注一掷。好了，我要解释的就这么多，至于你信不信才不关我事。反正老姐我一直都这么任性，遇到讨厌的事或人就要站起来反抗，该坚持的事就绝对要坚持到底。说得好啊，姐姐，这时候嘲讽也太没情商了吧。三思吧，杰帕德。哼，将你的解释留给审判官吧。现在我以数位官的身份下令捉拿破坏铁卫禁区的犯人。你要成为力战杰帕德了吗？这不是小时候的打闹游戏了，姐姐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壁垒的故障还没修好呢，别大言不惭了，弟弟。哎，我就说凡事要交涉的情节最后都会开打吧。
没事，交给我吧。啊，我会拿棒子敲碎他的。啊，好尬呀！不可动摇。凭什么上来先打我两下？你凭什么先动两下呀？这家伙怎么看上去不大好惹？过分！本姑娘出门，怎么可能会输吧？要开始了。只有杰帕德受这个伤害啊，两边的人都不受这个伤害。规则就是来打破的。忘记开二倍速了，说实话。看一下是打两个呢，还是打一个呢？打一个打得多，打一个。我来治治你。哇，他还弱电啊。躲起来。我的克拉拉伤害还是很高的，可以打群，我觉得。离开克拉拉。我想拿这个冰冻破他们屏障。反正这个冰冻伤害也不高，你看有屏障冻结效果仍然还可以增加上去啊。给我自己加个盾吧。你破甲看着有点虚。伯伯好多了。克拉拉要勇敢一点，打中间那个。我也想保护大家，帮帮我，施瓦罗先生。算你们运气不好，算你们运气不好。要开始了。没事吧，边境之行。哼，就怕你不打我。不到。离开克拉拉。不许跑。不可动摇。好疼。离开克拉拉。就怕你不打我。解谜开始。我也想保护大家，帮帮我，施瓦罗先生，该我出场了。速战速决吧。哎，他被猎伤烫死了。这家伙好扛打呀。确实，人家是盾啊。好像怎么都打不倒他，因为他是个一根筋。辩论也好，打架也罢，只要他认定了一件事，是死也不会让步的，所以才不可爱啊。这家伙，这亲姐弟，这是差不多了吧，杰帕德，看看你周围，只剩你还站着了。就算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不会屈服。这也太一根筋了吧，拜托你快屈服吧，求求你了。我们并非要以武力征服你，那样的服从毫无意义。是啊，我们的目的和你希鲁瓦布罗尼亚明明是一致的呀，都是要存活这个世界，根本没有敌对的理由好吗？杰帕德老弟，到了这份上你也该懂得变通一下了吧。就算你不相信这些外来的朋友，也该相信我。可能姐姐我确实把你的信任都消磨光了，那就至少相信布罗尼亚吧。布罗尼亚小姐。哦，我们还有最后的底牌，布罗尼亚的信件啊。该说的都说了，老弟，该怎么做你自己决定吧。我是银宗铁卫的数位官，职责所在，必须执行大守护者的命令。但是他应该还有后半句啊，我再，你要不再好好想想。但布罗尼亚小姐是前线实际上的指挥官，根据军规，当前线指挥与后方筑城者的指令发生冲突时，应原地等待进一步的指令。嗯哼，好小子，被你玩明白了。对银宗铁卫而言，守护者的命令是至高绝对的，但在誓言里还有一样东西和他的命令同等重要。我觉得就是这个什么呢，这个城市的存护，是不是？
贝洛伯格的人民，差不多吧。对，失去了人民，铁卫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。与猎界怪物的作战是为了存活，但和你们的战斗，我现在不明白它的意义。因为它就没有意义啊！如果你们真的能阻止不断膨胀的灾难，那贝洛伯格的所有人都欠你们一份感激。但如果你们是在用一层又一层的谎言粉饰真实目的，利用布罗尼亚和姐姐，我对克里伯发誓，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制裁你们。他们没有说谎，我向你保证。你就是希尔，身手不错，但不像是铁卫的战法。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些人的确帮了下层区很大的忙，很多人都愿意为他们做担保。我知道了，想继续向北方进发，要穿过一整片完全被侵蚀的裂界，才能到达另一头的雪原。在下一波袭击到来之前，铁卫还能争取一些时间。好，那么我们也就是过了杰帕德这一关，终于可以向着裂界深处前进了啊，离星河又近了一步。但是看这期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先玩到这儿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一定不要忘了点个关注或者一键三连，最后还能分享给你的朋友。那么我是石峰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